好，来上面，放我这台，放我这台。来上面这边，上面。好，下面这边，下面，老板娘这边。好，来这边，这里，再上。来这边。来。来，再来再一次哦，再来。来，手，借我手。竹节哥上，低一点没关系，竹节哥，低一点没关系。看上面，谢谢各位，好嘞，你看我这个镜头，我居然还会。雨天要不要讲一下今天当一日店长的心情？好，其实今天来之前有点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当一日店长，然后我很怕就是没有什么粉丝会来，对，所以其实我昨天就是。很早就上床睡了，可是睡得没有很好，可能就是一直在想明天的可能活动的状况。那今天来到现场感觉怎么样？我今天来到现场其实蛮感动的，因为很多的粉丝其实都是熟面孔，然后又有前阵子宣传牙嘛，然后就很多粉丝都是那个时候认识，就觉得很感谢他们愿意抽空来参加这个活动。店外那么巨幅的地的裸上身的广告，会不会觉得很害羞，或是觉得会啊，一定会。而且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其实还不知道这边布置的怎么样。然后我是一直到前几天，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让朋友，然后还有一些 KOL 先来。然后那个时候来看到布置，就觉得非常的惊艳，因为我觉得他们很用心，然后也把这次的那个设计的理念都融合在里面。主视觉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有点害羞当下？对，我在拍主视觉的时候，因为其实有拍过写真了，所以有一点经验，就大概知道这次拍摄的状况之后，就我有拉时间去做健身，然后控制饮食，然后在拍摄的前24小时，其实我是没有喝一滴水的，因为那个时候教练跟我说，你要完全断水，你的腹肌、你的肌肉看起来才会比较干，体脂比较低。对，那看到成品自己满意吗？我看到成品真的非常满意，而且其实我觉得是那个摄影师很厉害，不是说我的身材有练到多好，对，因为时间还是蛮短的。你怎么才那么多啊？你刚好像对啊，你今天很有，因为我们有点想要练一下。我跟你说，其实我们这次在讨论那个尺度的时候，有想说要不要单穿，可是又。很怕怎样太大一枚谢谢大家没有又很怕那个没有拿捏好就会变得太轻对有太轻色的成分在所以那个宣传照是完全没有修图的对不对那个有修可是没有修很多真的那我们可以那现在因为我不确定有没有修啊等一下不是因为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宣传照是在1月5号拍的然后呢我还没解释完1月5号拍完我就不是跟家人去滑雪去一个礼拜然后就开始暴富性的吃没有现在还是有只是就是没有那么明显了、然后过年的时候又看一下哎呦不要了等一下还是需要帮你先可以我的汗好不容易才干你们要让我流汗手机你那你现在里面都湿了是有是有一点好啦哎呦目前身材秘诀大概到拍摄前的怎么样的状态没有其实要到那个状态再给我2个礼拜吧因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饮食控制因为我很爱吃所以每次有这种特别要露肌肉什么我就必须真的去断食因为平时就有在运动嘛所以运动对我来说是日常可是吃的方面就要断食其实蛮辛苦的那你现在对内裤的挑选有什么偏好吗其实我没有我没有出三角的然后其实我以前穿的是比较宽松的四角裤因为我想说比较舒服对然后长大了比较爱美就开始穿比较贴身的四角的对那其实我们这次内裤它的材质不是纯棉的那种它比较偏向运动风所以以前穿纯棉去运动啊你不是都会流汗什么的然后要一直
桥啊，什么意思？不是，屁缝吃内裤过？不是嘛？哎呦，女生不懂，女生不懂，我不懂哎、欸，不知道放哪里，还要挑，要挑一下，可能会卡到屁股，屁股对不对？这正常嘛，对不对？卡屁股，对啊，那我们就是会四角裤卡到屁股。就没有没有，对，因为是棉的，比较紧啊，比较紧，会缩减。所以这次，所以这次的设计，它就是我刚刚讲偏运动风，然后你不管你怎么流汗什么，它有散热的功能，然后它拿来，怎么？哦，很好笑哎，哈，对啊，忘记我讲到哪里了，下一次散热的功能，然后。然后它就是男生可以穿，女生也可以穿small， 对，然后穿起来就比较像是那种运怎么讲，女生不是会穿那种运动的短裤吗？就有点像那样子的风格，真理裤。对对对，有点像那样子，那现在穿这样运动都不用翘了，不用翘来翘去，不太需要。那你现在穿哪一件啊？就是黑色四角啊。对，我那个时候拿最多的是黑色四角，可是我没有出四种颜色。那又不穿白色？我有白色，我有穿，只是就是比较常穿黑色的。对，然后为什么看起来比较性感？因为我最比较喜欢黑色，所以这次帽子也只有黑色。对，然后啊，我要讲一下内裤的颜色有四个。嗯，白色、黑色、墨绿跟。那个灰银杏色，对，都是走比较就是看起来质感比较好的颜色这样。那特别挑选内裤，最近有人可以看到你穿内裤这样。你说我？对。就拍摄那天的有前来的那个工作人员们，摄影师。那明天在家是会直接穿一条内裤走来走去吗？要看家里有谁耶。如果没人会穿吗？就没人就是对啊。就穿内裤走来走去啊，没人在家就穿内裤，只穿内，还是在家有全裸戏？没有，就会穿内裤跟 T 恤。哦，那家人在嘞，就不会家穿。没有，爸妈在，还是内裤 T 恤。啊，那你有在？你有在？这样会怪吗？你有在穿什么？可能会穿个短裤吧。啊，是穿短裤。哎，你答案我们有讲说情趣内裤哎，没有啊，因为这样子就比较。那个啊，哪个？什么意思？你说啊，我不懂哎。你说我们在打什么意思？等一下，我忘记我讲到哪里了。你有在家，你有在家吗？哦，对。那你现在会因为比较哪个颜色给女友看？如果你觉得她有来的话，我不都可以哎，四种颜色。其实我现在四种颜色看下来，我很喜欢绿色的，因为我觉得绿色的很帅。哦，现在喜欢绿色的。所以你以前有买性感内裤吗？怎样算性感 ？Calvin Klein 丁字的丁字啊，或是一些你刚刚说会卡屁股吗？没有，我不会特别买，可是这次我有收到三角的，然后我前几天有穿，然后我当下正照镜子的时候，我有一点就是吓到，因为太害羞了。它那个三角是很就是很蛮真的蛮像丁字裤的那一种，可是穿起来很。就感觉像没有穿的感觉，因为它很。你有没有穿过吗？没有，我都会穿。哦，那你怎么知道像没有穿的感觉？就是你感觉不到它的那个存在。对，搞不好你这次爱上穿到定制裤的感觉。它有出三角，有出四角，然后都很泡沫的材质。对啊。你有拍照吗？你说我穿完三角那边。对啊。当然没有啊。怕你照片外流被人家，对不对？拍完给谁？对啊，没有。不是你要自己收藏啊。拍完给没有吗？那你干嘛发？对啊。你在发癫吗？哇，那个稿就太精彩了。对啊。啊？对啊。所以这样的话，情人节是有伴可以一起过的吗？就没有啊。没有。对啊。那你情人节要做什么？那你就要脱。我情人节啊？干嘛要脱裤子？没有，情人节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啊。太可怜了吧！上口撒盐呢，没有亲人还要去，是你一个人去吗？没戏吧？不是参加前女友的戏吗？没戏吧？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只是一个人去啊，不然怎么？好，你们要不要来？我直接开一桌，好不好？哎，又不是你的婚礼，你开一桌干嘛？对啊，
开玩笑的嘛，认真的，不要认真了。好了，你们可以来 after party 了，没有了。性感的照片出来之后，会不会有很多男粉丝私讯你啊，给你一些比较露骨的一些讯息这样子？好像有哎、欸，真的多露骨，多露骨，多露骨，说什么？直接有下体？没有，可能那个怎么讲，词上面用的比较。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想要占有你，不能讲啦，想要进去一下下，有点尺度，有点对，你讲你自己消音，你先讲，你讲完我们再消音，你讲完再消音，你先讲。这可以播吗？可以啊，可以。你先讲，我们评估一下，评估一下。我觉得消音会比较不能播，因为太多字可以套在那个里面了。对呀、啊。还是让你觉得好。我想要。我想消音。你。哦。很多字可以套。我就说很多字可以套在里面。然后你们到时候剪又剪一大堆，我已经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了。那你有回传吗？你有回传吗？谢谢。我说可以哦，可以哦。我要回传什么？回传内裤的购买。再约是吧？对。哎，对，你看，帮你做笔生意。好像是，应该好。我等一下回他。还可以建议他穿什么颜色？还可以帮他选那个尺寸，是不是？三角的。喂。反正做生意嘛，大家也会。对啊。还有。你单身多久了？我单身多久了？半年。一阵子了。半年吗？半年了。我算一下啊。快半年。哦。哎，去年有聊情商吗？说到分手，我都不知道哎。我对啊，分手怎么会让你们知道的？怎么讲这个？对啊，怎么聊情商的？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哎，就待在家，然后写歌，待在家穿内裤这样子。没有穿内裤，写歌吧。那个时候，就突然就感觉哦，灵感好像比以前突然爆发的感觉。对，所以都是情歌。对。然后都是偏悲伤的那种。那你有写到哭出来吗？哎呦，可以讲吗？哪一首？可以啊，没有，当然你不，对啊，没有发的。那你写到哭的时候会打给对方？就是不会，我打给他干嘛？都你害的啦！没有了，拍一张内裤照给他说，你没事啦，还调成黑白是不是？拍一张内裤照给他说，没有，那时候没有内裤啦。忍不住打给他。你说写歌的时候吗？没有啊，没有。没有。喝醉打给他吗？就是不好说。谢谢大家。现在我没有说，哎，我没有说有哦，你们不好说。默认。没有。谁没有？不否认。没有。哎，那到底有没有？那你直接说。你直接说有跟没有？不行，还是你有新的对象？没有，一直都有保持联络啊。对，都还是好朋友嘛。我不是一直对啊，那现在有新的朋友，你觉得可以一起出来挑内裤？可以观赏你的内裤的那种朋友？可能没有啊，没有。有朋友介绍吗？我有。那你不否认？我觉得我太诚实了。你们不能欺负一个老实人。我没有。对啊。请问你们在同一个婚礼上面碰到面吗？他介绍哪一个？不会啦，不会。啊。碰面？没有，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聚会啊什么。就是那个。对啊。你现在还在情商当中吗？还是已经出来了？没有啊。该不会我们在问一堆，结果你复合了吧？对啊。不会啦，已经半年了啦。所以你已经走出来了。等一下，我们要干嘛？哎，你的 Uber 来了，你的 Uber 来了，你还没走出来？没有，你看，你们不要再套话了，嘴巴有点抖。对，我抖是因为从刚刚五分钟开始我就一直在抖了 ，OK？ 为什么要抖啊？你看，就被你们问到在抖啊。加油！可以收工了吗？好了，放过我，好不好？哎，谢谢，等你好消息，下面有垫东西吗？今天没有，为什么要垫？垫东西，为什么要？不用吗？他那个也没动啊，他都没有动。
点呢、啊？好热哦！检查是真的好吃。刘建文摸摸看呢、啊，刘建。哎呦，我摸摸看、啊。不要啦、啊！哦，可以摸。好好好。我也要摸，我也要摸。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算了，还是不要摸。你们全部都要摸。给他买蛋包，他买蛋包。行啊，哎，我们刚没有，我们全部打马赛克。哈哈哈哈哈哈！转给你，转给你。好，欢迎还没摸到，欢迎还没摸到，欢迎真的。好，我也摸到。我们就没摸，没事，加油。那那你们就拍完鱼就好，就拍完鱼就好。好不好？我们体验啊，我们动作好不好？好。不好意思，我们体验课市场是五千块钱。我们在解决，我们在解决。好，我们谢谢周雨天。来，右手边。右手边。来，你这边，好，好，来在中间这里，好，男生下巴压一点，别打。